人了，招人了。你是否空有一身才华？卿家许郎君啊，高中了，榜眼。许大人又英俊，学问又好，榜眼郎啊。我只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坚实的臂膀。你谁呀？我是卿家呀，你的相公。一个屠户家的小丫头要嫁给读书人，走，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似的。阿娇，你明明是他这个天鹅想吃你这个癞蛤蟆。恭喜你，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吴家贤婿。阿娇，巾帼不让须眉。请不要打我的脸。能身为女子却能顶起半边天，你看他那样，文弱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。您敲我干啥？周朝劳顿的，辛苦了。我得孝我娘一样，离家退婚。星期五晚7:30，玉面桃花总相逢。魏家，不是说你贤侄轻启，我让你跪下。长相遇果力，又见新乐趣。